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大家阿弥陀佛。如何把持戒的功德又回向无上菩提，而且强调大家要有上品之心来为众生为成佛而求受五戒。所以大家到底干不干？我说坏事，我说好事，不要拖拖拉拉，到底要不要发菩提心啊？所以持戒圆满，进一步才能够入禅定，不然呢，烦恼业让你无法入定。入定以后，当然禅定会开发神通，但是最主要禅定的目的呢，让我们了解这个叫智慧，了解自己的佛性，了解众生有佛性，跟真正体悟佛的心，菩提心。所以有智慧才可以消除我执，那是对外对法的执着法执。最后呢，我执法执消除了，才能够了解自性乃是佛性。所以戒为定的，我们叫前方便，然后以戒定为基础，那你才了解佛法的真实义。所以有说戒为无上菩提本，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为了无上菩提而受戒，并不是说我们讲菩提心然后呢就不重视戒的基本，所以叫戒为入道之本。也因为持戒，至少你有人天福报，所以叫五戒十善，我们叫人天福报的护照，保护你。那站在解脱道，也因为持戒禅定智慧能够消除贪嗔痴，能够正的解脱。但是以这个为基础，我们大家追求的是为众生愿成佛的无上菩提心，那更要好好持戒，这样呢才能够圆满种种波罗蜜。当然更殊胜的
三规五戒对佛教徒来讲很正常，也没什么，甚至很多人认为说这是基本的，但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是在哪里持戒啊？美国，就为这个边地西方国家，我们发起上品心，为他们持戒啊，愿他们将来都有机会听闻佛法，了解因果轮回。所以对西方人来讲，能够三规五戒对他们已经是福报太大了。所以我们以这样子的为众生，愿他们种下成佛之因，大家来这边求受五戒。就像我们出家人，我们都已经受了戒了，但是呢，那光为自己想，这还不是菩萨道啊。愿世界的70亿个人都懂得持戒。那这句话虽然讲得容易，但是要达到这个阶段太难了啊，也唯有佛的加持，甚至说未来弥勒佛成佛了，可能这个世界才在佛的加持，大家能够这样持戒，不伤害众生。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叫净土了。所以各位了解了，所以我们发起殷勤的为自己更为众生。就像各位，你真希望你的爸爸受五戒，就像我那时候我在家，我很想出家修行，但是我自己心里发了一个愿，如果我的家人不能受三皈依，如果我过去自己的同修小孩不能受五戒，如果我公司的这些同仁们他们能够相信佛法，如果达不到这样，我就没资格出家啊。为什么？因为我要用我的努力发心感动他们，让他们有机会，那至少他们受了三规五戒，他们至少不会堕落三恶道，有人天福报，这是我唯一对他们的报恩。所以当然呢，进一步如果我能出家，那就好好的学地藏菩萨一样，真发菩提心来修行啊，把小家变大家，希望累劫父母眷属，不是光现世的，所以一直扩大到所有众生都能够三规五戒，一步一步，最后还懂得念佛求生净土啊。当然我们是用这样的发心来受戒。五戒者，即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此五戒是一切戒的基础，可以全人生去解脱之根本。你要得到做人的福报，那是将来解脱，那五戒是基本。各位今天既发心，当然希望各位发的不是人天心或个人解脱心，发的是为众生愿成佛的上品无上菩提心来求受五戒。那受了以后一定要严格把持，这样呢就不辜负成为一个奉事三宝，我们叫近侍啊，接近侍奉三宝的圣民，这个福报。所以一个人能够奉事三宝，那是累劫累世的福报。因为能够奉事三宝，不容易堕落三恶道，将来
人天福报。但时间的关系，我还是希望各位一定要把五戒的所谓开遮持犯，甚至有很多典故故事，来自犯戒的过患、持戒的功德，都能够拿取经典书本，从头到尾看一遍，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因为你很清楚，而且你又在做，而且你是为对方、为众生在做，那自然就有那个因缘，可以同理大众啊，引导你的家人、亲人、认识你的人，也想要皈依三宝，也想要受五戒。所以特别我们喜欢放生，那连这个动物道都有离苦的机会，甚至我们喜欢施食，能够严格守好这个戒，那手打开来会不会流出甘露啊？会的。所以我们以持戒的功德回向成佛无上菩提，那你将来生口意，自然像佛的力量，可以感化，也可以净化这个世界，消除对方的业障。所以发起这样的心来受戒，因为我们不是为持戒而持戒，我们是为了成佛而持戒。那你成佛呢，身口意都要圆圆满满。那首先你要把你生的恶业消除掉，就像刚刚听到龙树菩萨五百世，因为菩萨生的因缘，所以他有金刚不坏的，跟莲花生大士一样，跟达摩祖师一样，想活几岁几亿岁就几亿岁。所以但是因为拔草断了一只虫的身体，这个业还在、所以草就可以把它头给割掉。所以各位想想，这个鸟不断的忏悔，现在整个法界最积极忏悔的是谁啊？就是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要把以他的功德希望忏除将来投胎在龙华三会的以及他成佛的时代的任何一个人的这种杀业都消除掉。所以龙华三会的时候没有一只蚂蚁被杀掉啊，没有一个人吃肉，这样积极的在忏悔。当然佛相好庄严，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这些都是百福各种圆满的善业的成就。那在这一点当然我们要认真的忏悔啊，特别现在这个末法，我们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什么？有就是堕胎啊，古时候几乎几几乎乎很少的啊。如果你跟这个西藏人谈这个堕胎，他们是无法理喻。所以在这一点，各位更要积极的求忏悔啊。所以我有一次在印尼吧，就是这个腰快断掉一样，连上个厕所都身体分两节啊，这样的痛苦。那个时候也有人跟我说，我也相信，哎呀，就是因为我过去堕胎，我大学的时候带一个女生堕胎的一种恶业，让我痛成那个样子啊。我看到我的妈妈这样子跌倒，脊椎断了两节。